六七年了。380块钱的说。380是吧？您坐。看一下是不是真还是假的？只要是真的，不管多少钱，咱都可以戴。要是假的，对身体就不太好。我看你这个是人家买的，假的，好恐怖的哇！起荧光的，你的没有，你这是个真货。这个戴了多少年啦？平时我很少戴，有年头了吧？这个也是，可能买了7、8年了。因为我看上边它划损的也很严重，应该戴了很多年。但它是个真货，我送您一个一样的平安扣吧，好吗？那好，谢谢，好吧，一个白的，一个绿的，这个是真的节目，太的，我忘记了，谁送给您的？谢谢阿姨啊，谢谢阿姨，开开心心啊。您这个呀，您多少钱买的？不是买的，送的。我生日，生日的时候送的。对。哦，老公送的，是吧？因为阿姨刚刚很甜的说，我生日的时候他送的，我一听他就知道谁了，因为我妈从来不叫我爸名字，就说哎过来。哎，就一 A 我就知道了，老公送的是吧？啊，老公好疼你啊！很多年了，他有跟你说多少钱吗？他不说，他不说。10年了，10年了。冰种的这么一铺子是吧？不知道是什么。翡翠的。这真的假？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。翡翠的，真的。他现在已经起胶了。你老公真的很疼你。这是一个冰的，冰种的糯冰级别，里边纹裂的情况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哦，没问题是吗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是假的是吗？肯定。不是假的，因为我看到你一笑就很暖，证明你老公肯定很爱你，就老公让你很省心，女人才能开开心心。我这个年纪的人了是吗？对啊，你这个年纪的人了，你老公还这么爱你，你让我们怎么活呀？这是不是？来，阿姨，谢谢你把这个送给你老公，你告诉他我拿你送我的生日礼物鉴定了，哎，是个真货，我奖励一下你，奖励一个平安扣。好啊，谢谢，平平安安哈，祝你们两个一辈子双宿双飞，下辈子还是双宿双飞。谢谢。这假的是吗？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别弄丢了。经常就是戴的，我都不知道是假的。接着戴。嗯，你好，你好。